哎，小心啊！哎，不要打破我的蛋啊！小心啊！来帮忙，来帮忙！哎，拔出锅，拔出锅！哎，我帮你。哎，哇，哎，哇，买这么多鸡蛋！哈哈，看来包租公要转行了。转行？转行开蛋糕店？不错，是转行开农场。开农场，专门要买鸡蛋哦。因为可以孵出小鸡啊。要不要干脆变小鸡啊？小鸡这样贵，包租婆一定不会买的。孵你的头啊，这样本来你们两个帮我孵啦。我们又不是鸡，帮不到你、啊。难道我是母鸡啊？哎哎，你们都讲完了哦，轮到我讲了。哎，包租婆说啊，今天巴萨哦，鸡蛋大减价，很便宜哦。一早就拉我去巴萨买鸡蛋，一买就买了这么多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哎，就跟你们说了，我先上厕所了。啊，好，慢慢去去去。哇，包租婆，你买这么多鸡蛋，吃得完吗？便宜嘛，不是买多点哦。吃不完，就是拿来做面膜咯。哦，这么多啊，哎，做身体膜都可以。哎、我做就够，你这样的体型哦，肯定不够用啊。包租婆，这是人身攻击，这样说的不？就是是哈，我很矮咯。不能这样啊，太浪费了。现在啊，在外面很多人啊，没有食物吃，饿死了。哎呀，我也是讲罢了嘛，吃不完不是放这啦。可是鸡蛋放久了会变臭的哦。哇，中国这里这么多臭鸡蛋啊！哎，臭你的头啊！你呀、啊，吐口水再讲过。呸！你做梦啊！又是你叫我吐口水的，你气死啊！哇，怎么这里这样多臭鸡蛋哦？你还讲？又是你叫我讲的吗？吐口水再讲一次，不是讲一次咯？没有什么东西厉害，最厉害就是讲废话。我说什么都不臭，最臭的是口水王的嘴巴。是啦是啦，我嘴巴最臭啦。今年你买的字啊，全部开倒转了。如果我的字真的全部开倒转的话，我揍你啊！吃什么拉什么。那个好臭啊，这是人生大事哦，你这样揍我。哎，都不给不给，不给不给，绑一甩绑一甩，买起吼，等起来变变子。啊，不然呢，我们全部的号码过来倒转过来，阿尼克，我们不是可以发达喽？哈哈哈哈哈！是咯，有这样准就好了咯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上个月那个业绩都不会零鸡蛋啦、啊。哈，那这个月不是没钱交房租？哈，怕什么？我女朋友养我吗？哇哈哈哈哈，骗你的啦！哎，隔壁老，隔壁一杯，来。哎，小心啊！哦，小心啊！都不见，你女朋友养吗？没有。喂，婆。旅游所去一个星期，现在有一个月了咯，啊，还要多一个月啊？好啦，你玩得开心点啦，拜。哎呀，最喜欢吃的生熟蛋啊！哦哦哦，口水王，你偷吃包租婆的鸡蛋？喂，什么偷偷生啊？那包租婆买了这么多鸡蛋啊，不早点吃完啊，迟早会坏啊！我是好心帮他吃完而已。哎，口水王，拿两粒来。嘿，全部是我的。哎，自私啊你，都吃烂肥啊！哎，你放心，他从来都没有肥过啊。哎，你怎么吃我的鸡蛋啊？一粒一块啊！哇，幸好没有吃、啊。喂，怎么这样贵哦？隔壁店吃都没有这样贵啦。贵就贵在你在家里吃。啊？家里吃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些鸡蛋是我和包租公从楼下搬上来的，那个运输费不用算啊。哇，这样算都可以呀、啊。可是那鸡蛋明明就是我跟包租公搬的哦，你都没有出力。是谁出粮给你啊？我啊。口水王。现在呢，生蛋就已经煮成熟蛋，你而家系打死狗讲价噶啦！喂，你讲什么？我吃不起咩？本大爷有的是钱，我全部吃完它。哎，口水王，熟力蛋哦，你这样吃哦，胆固醇很高的。哎，做健身的人都是这样子吃的啦。人家吃的是熟蛋，而且只是蛋白。哎，人家讲啊，生鸡蛋补肾，熟鸡蛋就补气。我现在吃生熟蛋，补肾又补气。
哎，男人不补啊，很快老的。来来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吃了鸡蛋之后，马上感觉到精力充沛。包租公，包租公呢？没有看到他回来呢。哦，他今天买回来的鸡蛋哦，这么大粒，刚才煮了两粒来吃。嗯。吃完之后啊，结果肚子痛，现在在厕所咯。啊？你不早讲？你又没有问。可能不关鸡蛋的事情呢。说的也是，我肚子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吗？哎，可能是时辰未到了。那，我肚子怪怪的哦。哇，不是降临吧？哇，真的哦。好像有东西动来动去，像我的。啊，里面有小鸡。不是吧？你还是赶快去看医生吧。我不要。我要看到护士小姐。老师，你拉肚子痛还会想到这些东西，不知道是真痛还是假痛。哎呀，真的来了！哎呀，撞死人呢！我小鸡要出来了啊！小鸡要出来了！医生，医生。哦，医生。应该是肚子不舒服吧？哇，这样你都知道？哇，神秘哦！从你身上的味道就知道了，这么臭。我现在啊，每十分钟啊就上一次厕所。哇，大到啊连屁都没有。有没有呕吐啊？没有啊。那你有做什么激烈的运动吗？啊，有啊！今天早上起来伸了一个很大的懒腰啊。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？我吃了一个很大碗的生熟鸡蛋汤。生熟鸡蛋汤？对对对，江大碗哦。里面有多少颗鸡蛋？十粒啊。什么？十粒？但是什么啊？是真还是假的？啊？真的？假的？你说那个蛋有问题啊？当然是蛋有问题啦，你吃了这么多哎。哦，怪不得包租婆的蛋有问题。十分钟到了，我要进去。不是，厕所在哪里啊？后面。包租婆，这个账单是你的，谢谢你。什么账单哦？我看医生的账单啊，你不会看呢？哼，你看医生的账单，你给我做什么？哈。我就是吃你的鸡蛋才肚子痛嘛，才去看医生的嘛，当然给你啦。神经病啊，你看医生关我什么事啊？阿拉妈，我就是吃你的鸡蛋才肚子痛的，你还敢抵赖？你肚子痛跟我的鸡蛋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样说就是不想赔钱啦。那你有没有拿 MC？ 我拿了一天。就是咯，你都骗了一天的 MC， 你还要跟我拿钱啊哈？我才不会给你耶，你要拿哦，回去跟你的公司 claim 啦。哦，你真行哦。你真的不给，你不要怪我啊。不给就是不给，谁跟你说是我的蛋有问题的啊？华医生不会骗我的，他都说是吃你的假鸡蛋。哼，你不要乱讲啊。包租公也是吃了鸡蛋，他也只是痛一下而已嘛，现在都没有事了。哎，你都说他吃两粒而已咯，所以痛一下咯。我吃了十粒啊，所以他这样严重。华医生都怀疑啊，那个是假鸡蛋啊。假鸡蛋，我都没有听说过有假鸡蛋的没啊？有没？有啊。在哪里啊？在中国，而且啊，他们还教你怎么样去制作。好，那我们不是很危险啊？看来我要回去档口哦，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买到假鸡蛋。哇，你们这样说哦，很容易啊，被人家误会我们马来西亚有假鸡蛋呢。这个你们可以放心，在我们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假鸡蛋。哎，你们说没有就没有啊？我要亲自检查，是看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？怎么样检查？去哪里检查？你会检查吗？
我就从这边开始啊，我检查到屋子里面所有的鸡蛋。你敢？你怕吗？怕你才怪。哼，我就拿我的电脑出来，你拿你的鸡蛋出来。好啊，拿就拿啦。我先上厕所，等一下跟你上算账啊。包租婆，昨天我肚子痛，没有时间跟你验证，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好啊，那就开始吧。我见证人也找来了，张太、陈太、王太。嗯，好，还没来。不好啦，人家以为我们的果皮店有卖假鸡蛋啊。怕什么？真金不怕红炉火啊。还没来。嗯，把我网上找的资料读出来。好，网上说假鸡蛋的体型较大，蛋壳比较粗糙，有些长得像番薯一样，蛋壳外形颜色明显深浅不一，当用手摇晃时会发出明显的声响。好，今天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做试验。这些是我农场买回来的鸡蛋，这些是包租婆的鸡蛋，很明显两粒鸡蛋有大有小，一定有一粒是假的。切，每一粒鸡蛋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啦。那网上还讲呢，鸡蛋呢深浅颜色不一样，两个颜色你看一定有粒是假的。不同的母鸡生出来的鸡蛋当然不一样咯。那为什么鸡蛋生出来的小鸡都一样呢？哎，口水王，一个妈妈生出两个孩子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啦，你又不是母鸡，怎知道小鸡的样子呢？网上还讲啊，鸡蛋比较粗糙的是假的，你看农场的鸡蛋哇这么光滑。真的，包租婆的鸡蛋，哎呀啊，粗到可以去角质，假的。怕了嘞，而且还有声音。猜猜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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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麦麦佬，继续读。好，网上又说真鸡蛋的蛋黄拿起再放下即会散开，假鸡蛋就不同，它拿起即放下逾十次也会保持原状。哈哈哈，这个我最喜欢做的试验啊，大家看看，马上可以分出什么是真鸡蛋什么是假鸡蛋。马上散开啊，看到没有，真鸡蛋。我们看看这个假鸡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啊，两粒鸡蛋的蛋黄都散了。现在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鸡蛋煎出来的假鸡蛋没有什么蛋香，和真鸡蛋所煎出来的真鸡蛋气味相差甚远。这是农场的鸡蛋，真香啊！不错吧？这是包租婆的鸡蛋，没有味道。喂，你闻一下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香不香？哇，好水王，你煎的鸡蛋很香哦，你可以开档做生意啦。哎，好啊，哎，要不要我帮你卖？一粒一块啊，要不要 order？ 要不要 order？ 有，我要两个。哎，我要三个，我搞爆两个。你要是想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拿几粒鸡蛋回家去孵不是可以咯？网上还说吃了假鸡蛋对健康会构成危险。假鸡蛋里面的化学物质会伤害脑神经细胞，影响身体造血功能，新陈代谢出问题，更可能引发肝病、老年痴呆症以及不举等等。
说没有假鸡蛋，我偏不信，我找给你们看。小林，喂，小林，哎，小林，这样巧的。哎，我有东西要请教你啊，哪里可以找到假鸡蛋啊？假鸡蛋啊，我自己都会做啦。啊，真的、啊？这么你会做的？你忘了没？我是在道具组里面做的。哦，哎，不是哦，我要真的。你要真的还是假的？哎呀，我要真的假鸡蛋，不是道具那种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帮你找看啊。爹，你知道那里有卖假鸡蛋吗？你要假鸡蛋做什么？没有啊。有啦，你帮我找找看。好啦，我帮你去问看我的朋友。K K K， 哎，我们这里有假鸡蛋卖耶，你知道哪里有的买吗？假鸡蛋不是在大陆那边吗？大陆边有啊。哦，阿蛋嫂那边是吗？哎，你去帮我买几粒回来。好啊，我帮你问问。什么？假鸡蛋是 A 加鸡蛋是吗？早都卖完了咯。现在很多人在找假鸡蛋了，假鸡蛋这样好卖吗？啊？假鸡蛋已经进了我们的隔壁村。喂，隔壁村有假鸡蛋？什么？爸爸隔壁的有假鸡蛋？啊！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找到了！老猪婆，我一定带回去给你看的，这次还轮不到我发威。啊！那包租婆你自己看看啦，你又想怎样哦？你自己看了不是知道咯、警告市民小心购买鸡蛋，怀疑市场有假鸡蛋出现。老公啊，真的有假鸡蛋啊！哎呀，那顾客不是不敢来这里吃鸡蛋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上次买了那么多不是亏本？别急别急，让我这个主席问个清楚。哎呀，事实摆在眼前啦，点啦！各位各位，请问哦，这张纸是谁写的？啊，不要紧，那我问你们哦，最近有没有听说，有假鸡蛋的出现啊？哇！哎呦，这么多人哦！怎么不知？哎，因为你不够太急。什么是太急啊？问你了，太极生什么？我哪里懂哦，隔壁佬，你讲。太极生两仪。两仪生什么？两仪生四象。哟，什么是四象？四象生八卦了，你们。哟、厉害哦，包租婆，就是八卦。讲什么？不要理他们，不要理他们。来，我先问你，是谁告诉你的？因为我听阿伯讲了。我是听回来的咧，你阿 Ken 讲的啦。不要乱讲，整条村也不是我一个人叫阿 Ken 吗？不要忘了指我，我也是听那个阿冰嫂讲的吗？不是我讲的，是蛋嫂讲的。是 KK 要的。我卖一个松令呢、我是要给小林的。什么？不是我要的，是口水羊他要的。啊？哇，这么转一圈又回到我这边来的。不是我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是华医生讲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那里你不是跟我讲咯，但是真是假的。我是问你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吃了十颗生熟蛋？当然是真的啦，但是。但是什么啊？但是。哎呀，华医生我给你害惨了。原来整件事情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搞出来的。叫你平时多看报纸你不听，报纸都已经澄清了嘛，在我们马来西亚从来都没有出现什么假鸡蛋。不过经过这一次教训也是好事，你看，一方面呢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消费者谨慎的选购鸡蛋，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提醒农民在饲养方面多下功夫，出产更高品质的鸡蛋，这样我们的村民才能够吃到最好的鸡蛋嘛。所以说我人买鸡蛋时特别买好的鸡蛋，不然你就变大笨蛋。照你这样讲呢，我们的村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大笨蛋啊？臭鸡蛋臭鸡蛋，我给你害惨了。大笨蛋。
哎，隔壁老，哎，放小林拿去骗他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可以了。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哎，小心小心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再见，慢走啊。哎，老公，收钱了没有？收了啦，在康德那边，你自己去看看啦。哎，没有啊，在哪里？哎呦，掉在地上了啦，幸好没有被人拿走啊。哇，老板娘有钱是啊。是就好了，是刚才那个顾客给的啦。顺便这里收钱啦。啊好啊，啊7块了，是不是又记账啊？今天我是来清账的。哦，好啊。这个月我吃了多少啊？加今天的一共是97块1，算你97块啦。哇，老板娘你连布纸都不看，这么快都讲得出来，你学过心算啊？心算，记性的性啊！啊，那只好我相信你的记性了。送你100块，不用找了。哦，那我不客气了啊！啊，谢谢你啊！我先走了。啊，哎，你的茶还没喝完呢。不喝了，赶时间了。啊，慢走，多赚2块9。老板娘收钱。哦，来。哎，小小姐，吃这么少啊？又减肥呀、啊？6块了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我去了超市买东西，用完了3000，今天又忘了去银行，这里刚好有100块。啊，没关系，我有3000啊。哎呀，找你94块啊，来，慢走啊，老板娘我呢？哎呀，不要叫我老板娘啊，你才是老板娘嘛！大力啊，你打到我。你们美容院啊，天天收的是大钱，我呢收的只是小钱。哪里有，一杯滚水只收你2角。还有老板娘，你没有听说过积少成多吗？每天收2毛钱，一年你就可以收到72块啦。那这个100块找钱，又是100块啊？嗯，没有2角吗？没有哦，2毛钱很重的。我平常出门是很少带硬币的，我带的全部是100块的钞票。哇，你带那么多张100块出门，是啊，不怕的咩？有什么办法？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，不带多一点是不行的。有时100块啊都买不到东西。当然咯，你天天吃的是鲍鱼、鱼翅、燕窝的，喝的又是生茶，还特地自己拿茶包来泡。哎呀，都是你老板娘泡的滚水好，温度又刚刚好，再配合我的人参茶包，哎呦，那个味道跟香味才能泡出来嘛。对了，哎，老板娘，那个2毛钱就不用算了。不行，这样子哦，我一年少赚你72块嘞。不含了你。表姐，有没有100块散钱啊？刷了呀。这个几块呢？我搞不？没关系，欠你99块呀。啊，99块。哎，还有8毛呢。你刚才不是说硬币很重的吗？哎呀，我还拿得起，拿来。啊，放脚，钱很难赚的，谢谢咯。慢走啊，小心跌倒啊！大脚钱你要跟我算。喂，小林，怎么那么迟回来？赶外面塞着车。我昨天在你准备的道具准备好了没有？有啊，在我口袋里。快点走。1、2、3、4。喂，老公啊，今天呢？是我在一生中哦，短短10分钟之内收到最多张100块的一天啊！嘿嘿，你今天哦行好运吗？不是赚多一点喽？哎呀，总之钞票多多，对包租婆来说是最开心的啦。谁有钱谁会开心啊？哎呀，包租婆啊，今天秋雅那姐18块啊，生意都真好哎。那些顾客咯，不懂为什么啊，这么喜欢给100块的哦，今天。哎，喂，把钱拿回来呀、啊！喂，哎，我就说今天钱财不露眼，露眼就有风险的啦。你再不拿来，就会有风险啦、啊。哎，包租婆，那你的手有谁？啊？哟，哎呦，哎，2只手都有哎。那你来的颜色？就是咯，给我看看。哎，有蓝色，又有紫色，一定是沾到了什么东西。嗯，我们这里有什么东西是有蓝色又有紫色的？啊，猜谜时间到，
我想嘞是，哎，俊龙，猜猜猜猜猜你的头，这个啊是紫色蓝木纳色，哎要不？我觉得啊，这个是包租婆偷吃葡萄糖果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啊，钢笔啊，刚才啊你写字的时候弄到的。哎，怎么你们全部抢我的答案呢？是你自己脑筋转得慢哦。哎，谁讲？在大学里面我是高材生呢。那你讲是沾到什么呢？哼，这个呢肯定是包租婆中毒。你才中毒啊！哎，你们全部都猜错。嗯，我知道答案。啊，怎么知道答案？因为你的手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。啊，我也中毒了。答案就是钞票的颜色。哦，哎，你刚刚我也是有摸过钞票，所以你的手也是有颜色咯。哦，那就是说我是刚才算钞票的时候染到的啦。啊，看看看看看看看，哇哇，那个颜色真的跟钞票一模一样了哦。哟，钞票也绿色的咩？哇，难道钞票是假的？啊，不是吧？哎，看钞票我最有经验，来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快快，看是不是真的？哎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几针一下哦。就几针一下嘞？什么叫做几针？真的是假？就针的起来有一点点假哦。啊，Mr. 口水王，请你简单的说明一下。哎，就是讲假的，可是很真啊。哎呦，你真真假假，我怎么没明白你讲什么了？你那么懂就是很假很假，可是又很真很真的。你快点讲好了。哎呀，很难说啊，因为这钞票有50%是假的。那还有50%呢？还有40%呢，又很真哦。哎呦，那10%呢？10%是，我看不出来。哎呀，去死啊你！死了，那这两张会不会是假的啊？哎，给我切一切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呦，你看你的手都有颜色，怎么样切？给他们看啦、啊。来来来来。哎啊。怎么样怎么样？有没有掉颜色啊？我这张没有哦。我们什么？幸好只有一张而已耶。一张还不够啊！我不管了，我要叫你们租金来赔偿我的损失。啊，包租婆，包租婆，有些事情是可以慢慢商量的。对喽，小白还啊！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又不是魔术师。哎、啊，你不是魔术师，我是吗？你？哎，安这边，口水王，你会变魔术啊？哎，不是我编，是包租婆编。说的，我哪会变魔术哦？对了，如果包租婆会变魔术的话，早就大把大把钞票变出来了了。魔术又不是法术，哎，小孩子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啦。哎呀，骗人好过我被人骗啊！口水啊，快点叫我怎么变，听呐、啊。啊，看好啊。哎，你们怎么变呐？哎，还是一样的嘞。哎呀，我这摸猫不能拍，还没有出招。哎呀，快点，那还要等什么时候出招？哎，出招之前呢，要麻烦包租婆去对面呢买狗币回来。狗币这边没有没？隔壁了，去冲给他。哦，马上来。哎，不能不能，一定要你去对面买，而且要用这张钞票。为什么？叫你弄明白啊，他的意思是叫你用掉这张假的钞票。对呀、啊，你拿这个钞票去花掉了，你不是赚回所有的钱了？哦，哎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拿假的钞票去买东西哦，马打俩嘞。嗯啊，不然这样子啊。人家来买东西，你把这个钱找给他，那不可以了？怎么样子啊？他们来吃的东西都是几块钱而已，我怎样用100块钱找出去？我讲呢，我们应该拿这个钱呢，去那些做佛牌的地方啊，啊，拿它镶成一个佛牌啊，戴在身上，到时候就财源滚滚来啊！多不要是笑哈，哪里可以拿这个钱去镶什么牌的？等一下那个财源滚滚来，全部都是假的嘞！哎，照我看哦。
我们把它镶起来，放在我们的隔壁点哦，这样可以警惕很多人吗？哎呦，镶起来啊，未使绿地出地地出地地出无接啊！啊，你看啊，包租婆国家惨嘞！你们讲够了没有啊？你们你一句我一句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的心已经很痛了啦，还要讲？老婆，现在哦还不敢肯定这张是假钞票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这样讨论下去也不是办法嘛。那我知道我们街口那间珠宝店呢，它里面有这个检验真假钞票的机器，我们先拿去那边检验，知道了结果才做决定也不迟啊。哎，这样好啊，这个任务哦就交给我啊，我们哦先回去等我的好消息。钱拿来，快点去，快快快！怎么样？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当然是真的啦，现在你可以放心咯。是真的。好了，虚惊一场。啊，现在的东西啊，品质大不如前哦，连真钞票都拓颜色的。等等，难道是神给我的指示？哎，包租婆，再看一下后面四个号码。没什么码字。哎，不对哦。我有印象啊，在 Kopi Diam 看到后面的四个号码是8033的哦，现在这张是4350的。哇，麦面老，你这样子都记得的。我对数字敏感嘛。啊，是啊，这一张没有掉颜色哦。哎呀，管它什么号码什么颜色，这钞票是真的就好了哦。哎，这样讲又不对哦，你不是教过我们吗？不是我们东西不要乱乱拿，你不是叫我们要路不拾遗？哎呀，你们一人少一句啦！包租公，什么？你是不是换了一张真的给包租婆啊？那就是说刚才你打去验的那张是假的喽？耶！我猜中了，是真的假的？原来是猜的，我还以为你真的会看呢。老公，是不是真的？哎，这张钞票是真的、啊。我是问你，他们讲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拿去验的那张钞票是不是假的？说啊。那张钞票呢是假的。哎呀，我的钱没有了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。想你开心吗？哎呀，慢面老啦，你讲什么号码不同啊？等下包租婆请我们住进你的厂。嘘，他已经忘记了。下个月我要加你们房租。老婆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对了，刚才啊，我在外面听到有人说哦，我们这里啊有很多人啊用100块的假钞票来买东西啊。切，如果这么多人怕假钞票，这样不是 bank 印进自己的 bank 啦？如果银行知道啊，你的钱是假的，就会充公掉你的钱啊。哎，很简单的嘛，你不是在你的 ATM 里去拿 bank 印自己的户口，这样不是可以瞒天过海咯？哇，这样肮脏的手段只有你才可以想得到。问题是的 ，ATM scan 那不是真的，过不到怎么办？那不是白白浪费掉100块。那至少警察不会抓你吗？哎呦，这样容易哦，很多人发达了咯、对啊，你怕被警察抓，就不要拿来用，那就没有人抓你了。不过哦，我想想下，用一下也没有关系啊，反正都是假的，不值钱嘛不然这样子啦，拿来发威一下。怎样威哦？在那个看不起你的朋友前面呢，拿那假钞票用力一撕，然后用火把它点燃起来。不过我们身边是没有什么看不起我们的朋友啦，你我就不懂啊。他就是喜欢自欺欺人。不是这样子讲哦，只有在聪明的人才骗人，笨的人才被人骗。喂，你在说谁笨？口水狼说啦。你们还在这里乱讲话，有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？我不管，我要起你们2倍房租。
哎，隔壁老想想办法啦。怎么又是我？你也不想一起变受害者的吗？啊，包租公，刚才那张假钞票呢？拿来。哦，在这里哦。要来做梦？口水王说啊，要把它烧掉，那就干脆把它烧掉好了。啊，这样浪费咩？这张钞票已经害了不少人，烧掉就不会再害人了。啊，冇眼屎干净盲啊！什么意思哦？眼不见，心不烦啊！啊，这样子包住我连渣都没有。起三杯。哎呀，烧什么烧啦？里面是死人钱呢，烧烧烧，不可以烧，不可以烧。对喽，啊，下面呢、啊、也不用这种钱了啦。下面现在用刷卡了哈、对。以后隔壁店用刷卡，还用刷卡啊？对对，刷卡好，刷卡就不会收到假钞票啦。四倍。老婆，你不要生气哦，我帮你出头。讲出头？拳头还是弹头？我们这条村哦，有人用假钞票，我这个主席不能坐视不理。对，那怎么样？为了这条村，为了逗我老婆开心。为了不想更多受害者，我这个主席，从明天起就从顾客里找出真凶。找出真凶？老婆，你还记得谁给过你100块？黄老板、贾小姐，还有毛太太。这三个人就是我们重要的嫌犯。包租婆收钱。赶紧过来，赶紧赶紧来！哎，黄老板，7块啦，这里10块。啊？怎么了，老板娘？这一张钞票好像跟昨天的那一张不一样哦。一定不一样啦，昨天是100块，今天是10块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不是一直都有记账的吗？你方便今天一次过付完吗？昨天我不是清完给你吗？当时你还说你记性好。啊，是的哈 ，sorry， 忘记了啊。你今天不赶时间吗？你都还没有找钱给我。是啊是啊，等一下。好，不用找了，有多的你帮我记起来了，我走了。好。哇，你搞什么？那个黄老板哦，看来就不像是凶手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抓到凶手，要他亲自交出100块。老板娘收钱。好来，嗨，贾小姐，哇，今天很好胃口哦。多少钱？啊，昨天你给我100块吗？那今天你要收多少？你同样给我100块，我去找钱给你啦。哦。这个包租婆看了星座书，他讲呢，今天如果他收到顾客1张100块的纸币呢，他一整天的生意都会很好的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哦。哦，啊，你去 ATM 按啊，很靠近罢了，我们等你啦。啊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赶时间了，多少钱呢？6块啦。6块，好，谢谢啊。慢走啊，口水王，你这招引蛇出洞不管用啊！哎，没有想到这么醒目的，这样给他跑掉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亲自抓到凶手，要他交出100块钱。老板娘，收钱。哎，毛太太，100块啦。哈，100块才一杯滚水嘞，太贵了嘛！你昨天不是讲通货膨胀的吗？哎，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，你今天就起啦。哎，报纸还没有通知嘞。报纸不是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你的。但是也没有理由一杯滚水你要卖我100块吗？太离谱啦！这啊。毛太太，你不要误会哦，一杯滚水呢是2毛钱，老板娘的意思呢是想问你是不是有很多100块？是啊，我是有很多啊，又怎么样？啊，哦，是这样的，
我们收了很多散钱哦，又没有时间拿去银行，想跟你兑换哦。对了对了。哎，不过 sorry 哦，我今天没有带他来哦，改天吧哦。走啦。好，没关系。还没有给钱，两角。哎呀，才两毛钱，改天才一起算嘛哈。我有急事要走了哈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拜拜。怎么办啊？连最后一个嫌疑犯也跑掉了。看来他们三位都不像是凶手。哎呀，不要生气，还有很多机会的。最怕凶手都不知道自己是凶手嘞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用假钞票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要用假钞票。包叔婆，包叔婆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道具？什么道具？哎呀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我昨天打包饭的时候给错了你钱。啊？什么东西来的？一张100块的道具钱。是不是这张？对了对了，就是这张，我在上面做了记号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昨天的钱。哎呀，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不要随便用道具钱来买东西呀，这样子会害死人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啊。钱呢？钱回来了。哎，真相终于大白了，凶手啊，原来就是包租婆本人。为什么是我？都怪包租婆，你平时没有查清楚收回来的钱，所以才会搞出这个大乌龙。都是你的错，没有查清楚，搞到我们扑来扑去都没有结果。都是你的错，下次查清楚，不要再犯错。